当 DSE 咧，香港嘅中学文凭咧，其实国际认受性都非常之强嘅。只要咧学生咧系读适合嘅科目，都可以经联招去申请剑桥牛津大学嘅。但我记得听你讲过咧，系咪都有一啲特定嘅学科或者一啲可能佢哋自己嘅考试系需要特别去 prepare 噶？都有的，因為英國有大約接近140間大學，140間大學有5間大學就叫 G5， G5 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就是 G5 裏面的其中兩間大學。當然劍橋牛津大學是世界很出名的大學，有很多學生都慕名去申請的，當然成績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劍橋大學、牛津大學都會看學生其他的特質的，包括了有沒有一些俗稱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是的，要寫一個自薦信去介紹自己，某一些科目他們是需要面試等等的。其實牛津和劍橋我們都有做開，其實不多 agency 是會選牛津劍橋的，因為這一邊盤源是非常少的，也都有兩個盤我們跟他們合作，分別在牛津和劍橋都是頂尖的發展商挑，各自其實這兩個樓盤都是跟這兩間大學合作的。那為什麼大學會肯跟他們合作呢？因為我們聽說他們的宿舍情況其實是很緊張。